做咩事？抢闸啊！我哋做咩唔？我哋好执输喎，人哋鬼佬都够斗抢喎，喂！好啩？我哋完全执输喎，真。简直经典咧！唔会执输噶中国人。哇！出闸。哇！都幾快，超勁超定。仲送水飲添啊，西藏好水。Hello， 咦？送咖啡飲啊？我哋而家喺邊咧？西湖底下呢个隧道咧会讲嘢嘅，叫你小心驾驶，注意安全。搞笑。Hello。呢度完全系 MGM 嗰个贵宾厅啊，起紧啊，中间嗰啲柱会拆，跟住 MGM 都冇游水池。诶，诶，等埋，等埋。你話咩話？我呢度最勁咧，我講嘅發明咧，即係玩燈咁樣，係度度啲燈都好靚。西湖名菜，呢個係咩啊？椒花雞、椒花雞，同埋呢個係糖醋魚，係咪？糖醋魚。咩話？哇！有蚊。講咩話？呢度係個茶園啊。我依家行落啲就係茶，好靚。跟住我哋頭先而家就去緊shit 有成廿隻蚊跟住我咯。跟住我哋而家就行緊去 main entrance。你睇下咧，我個相機咧，同埋我咧係不停有好多蚊圍住個咯，你睇下黐線啊！呢度有好多，好多啊，好多個羅漢啊！你睇四十遍埋伏啊！三月份啊，已經是第二波茶啦，現在是第二波茶，哎呀，一直才到，一年才兩次啊！那是啦，洛克打的那西西设定的，啊，那是在洛克。解放了佢，簡單就係咁咯。係咯。換翻佢，試下換翻第二個咧。咩啊？點啊？講一解釋咧。啊！有解釋啊！係啊。佢每一年咁佢哋個即係佢哋依度咧，每個農户咧都要即係指定要奉獻俾中央，不要交錢，即某個、不要交錢，有即某個份量嘅茶，咁多剩咗出嚟咧就分俾每個農户。咁佢阿爸咧就會分到啲咧，咁佢就會四五點啊三四點就會上去虎豹嗰度就攞啲咩虎豹咧？個山第一炮泉水，系啦，我第一炮泉水，跟住去沖茶，咁咧佢就會沖沖燒燒燒燒嗰啲茶咧，100度，85度，唔係先100度先，先100度，跟住咧就等佢 cool down 到85度就開始沖茶，跟住第一次就沖去紫砂茶壺，跟住飲完之後咧，咁又要沖喺玻璃杯度，咁佢話每個器皿嘅沖嘅茶都會唔同味。超講究，仲勁過我哋沖咖啡。厉害厉害！喂，你飘，呢度好多荷花，你睇下几多荷花。你话咩话？我参考错个驾云仔。哇！你睇，岌下岌下咯。
上次 up 咗成個幾兩個鐘啊！嚇！想唔想話俾你聽你錯失咗喎？肯定是嘅。咩啊？上一層。This is so high tech。真好啦，咁秒一秒。你睇下有冷氣添啦，嗰啲。咪。超勁啊！但上一層啫喎，大家。喂，好過冇啊！哎呀，老人家入嚟，我哋真係。比较吃惊的。为什么我这么翘？就是我这个有个芝麻白芝麻，他们都是芝麻白芝麻。西溪年糕啊！就是可以一半。啊，系咩？我切都不准。我知道，我这里也一半，这里再弄一半，好好好。就是我们个中华市场，靠我们市场，靠我们收购这部分，它都是属于南北小市场，这个。我哋翻咗200年前。逐個挑啊！犀利。